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巴达亚。哎、hey, ，我们先去第一站，去第一站，耶、yeah ！巴提亚的第一站，我们迫不及待的来到了这个 Cave Beach Club。这间询问度很高，很多网美以及 YouTuber 介绍的海滩日落餐厅，现场气氛超chill的，这里满满的南海沙滩度假风情，真的可以让心情轻松起来。这间超人气的海滩餐厅，半露天的设计搭配海岛风情，真的是怎么拍都好看。在这里，你不仅可以吹着海风欣赏美丽的沙滩美景，天气好的话还可以欣赏到无敌的夕阳美景。除了欣赏夕阳，这里的白天与夜晚的美景都有截然不同的美感，非常推荐大家在不同的时间段过来。在靠近沙滩树荫下，还有闪闪发亮的灯光，享受休闲与浪漫的度假氛围。叫什么老板？哇，太多东西哦，真的很难选嘞，选择困难症。你看，每一样都好像好好吃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除了美景，这里的美食也很值得推荐。在来这里之前，我听说过这里的食物非常的好吃，并不是那些网美餐厅，只是徒有美景而已。从它的菜单可以发现这里对食物的用心。而事实上，我们在这里点了很多道菜，几乎每一道都没有让我们失望。如果那些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，很推荐他们随便的点任何一道菜来尝试，也绝对不会出错哦。Cheers to Pattaya. To Pattaya. Cheers, Bro Bagger. Cheer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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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o。我们在哪里？巴达亚。巴达亚。我们刚吃饱了，吃饱了我们就来这边花天酒地的。花天酒地的，不就哪里？这边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中天 complex。哦，上面有什么热闹嘞？奇怪，是我们来太早了是不是？那没什么人呢，我们来太早了是吧？哇塞！这椰子冰淇淋，我想问他那个冰哪里买的？哪里？好了，来，好了，冷静。哦 ，OK。来，这里吃雪糕。我们选了这一家。为什么要选这一家？其实都没有人 ，no， 嗯，我们是凭感觉啦，基本真，然后看比较多帅哥的地方，我们就来这边。但是他们很热情的拉客，其实真的很热情的拉客。这里满街都是酒吧，而且做的生意好像开的类型都很相似，所以竞争很大咯。我们一直在拉客啊，所以我们走在这整条街上，我们都感觉到不好意思。那边是要好点的。
量花了100泰铢买的这个，很漂亮，很像是真花来的嘞，100多少？四块多，可以吃的。我不要带，帮他带，我带，不想给不想毛利。美吗？亲一下。